Passion for fashion 是我们的理念，我相信只要有 passion， 任何的事都可以做得更加好。除了对时装业有这份执着之外，我们对可持续发展亦都有同样的一份的坚持。我们的一针一线都肩负着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编织更好的未来。纺织和制衣相对上来说是比较传统的工业，制作过程里面会带来比较高消耗和污染，所以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重要课题。亦都是这个原因，我们集团在2016年推出了15年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先向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包括越南、缅甸、孟加拉等等，开设新的厂房和办公室，将很多崭新的技术、器材、环保意识和国际的标准带了过去，亦都在当地培育新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长远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我一直觉得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只是单单在上游的生产线着手，而是需要在整个的时装生态圈里面的配合。所以我推出了 D2 Place 这个 project， 将 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 带到零售的层面，透过支持初创企业，将它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 creative ecosystem， 令到时装和创意文化的上中下游都能够做到 win-win 双赢。罗氏集团和汇丰的合作超过30年，汇丰的绿色融资方案和环球网络帮到我们有效率地实践跨地域的措施，我们能够继续推动本地时装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香港的创意精神和成功故事传承下去。汇丰致力推动绿色纺织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为企业度身制定绿色融资框架和取得绿色金融认证，全方位協助企業進行綠色轉型。香港企業的成功故事隨著時間一直不斷演變，匯豐將會繼續透過有效的支援和來自不同行業的客戶緊密合作，一起將這個成功故事延續下去。